家裡說氣象，上新的天氣報你知，繼續的時間到氣象博士甲新興。博士你好。是，阿順你好。博士啊，拜六禮拜雄雄安尼下大雨，大概是真意外哦。最近敢會閣落雨咧？博士聽講。好啊，咱啊好朋友若有看，咱会甲你讲气象，应该就袂讲感觉真意外啦吼。啊，咱最近吼下大雨的这个机会有较低，而且明仔非常的热，详细来看气流甲雨水的图吼。咱今日开始吼，太平洋高气压愈来愈强，啊，透南方咱天气真热吼，家己以南已经超过35度，咱北部嘛超过32度，明仔太平洋高气压搁较强。靠西南风甲南风吼，所以明仔会比今仔日搁较热。另外咧，咱花莲甲台东的朋友爱特别注意，可能有火烧风发生的这个机会。啊，咱因为吼，咱南风较强吼，方面就大致上拢塞伫北平伫中国的南平遮。咱今明咱的这个清明假期的期间吼，4月初4甲4月初9吼，环境上大致上咱吼咱的这个东北部遮拢是透一寡东北风，北部温度就来降低。啊，咱拜六暗时啊开始吼，方面会接近台湾，所以礼拜到后礼拜二，咱就会受到方面的影响，以及水汽刷入来，落雨的所在就较侪啊吼。啊，咱为即卖吼，即张今日暗时甲明仔的即个落雨即个情形，咱雨无侪啦吼。今日暗时甲明仔透早，咱个高雄、屏东、花海才会喷淡薄湿目啊雨。明仔中昼、南投甲宜兰的山区吼，同款喷淡薄啊雨。未来五天的这个落雨，咱来看下面一张图吼。咱大致上吼，咱拜四就是清明假期开始吼，咱拜四到拜六拢差不多是中昼了吼。北部甲宜兰、花莲、台东吼有一挂吼，西北雨的情形。啊，礼拜到后礼拜，因为风面甲水汽刷入来吼，咱呾看到吼，礼拜到后礼拜这落雨的范围较侪啊。另外礼拜即天爱特别注意，就讲台中以北可能雨较大吼。咱未来北部温度的这个变化，咱为后面一张图吼。咱吼今日吼温度真悬吼，啊北部明仔搁较湿热吼，这个温度会超过34度，南部会超过35度。啊拜四甲后礼拜，因为咱透一挂东北风，已经云较高一线，所以咱的上悬的温度差不多24到29度，啊上低温度差不多20度。哦，所以咱吼今日天气的这个提醒，第一个就讲吼明仔。会比今日搁较热，哦，啊，明仔后日咱花莲、台东爱特别注意有火烧风发生的这个机会，啊，金门、马祖遮吼，甲咱西边吼，透早较会大风。拜四甲拜六，咱是中昼了后较有一挂南山即个西北雨。礼拜咱受到风面刷入来，哦，咱各地有局部即个短暂雨。哦，所以以上是咱今日甲你讲气象，即马甲时间交予咱的主播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